后温公祠是位于广东省梅州市丙村镇，始建于明朝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，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。公祠与住宅合一，占地2.3万多平方米，房屋厅堂近500间，这在民居建筑中极为罕见。仁厚温公祠是梅州地区唯一收入中国建筑学会编撰的《记住中国传统民居建筑》一书的客家围龙屋，它是围龙屋建筑群体的缩影，对研究民居建筑、窥探客家文化具有极高的艺术文化价值。